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愿世间快乐多过于悲伤，愿世间温暖多过于孤单，愿世间光明多过于黑暗，愿世间和平多过于征战，愿世间感恩替代了责难，愿世间谦逊多过于骄慢，愿世间慷慨多过于贪婪，愿世间良善多过于邪然，愿天空保佑最初的蔚蓝，愿心量如海被点点拓宽，愿生命随缘聚散，随遇而安，万物都回归。对我念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当愿受苦众生得三宝加持，心如佛心，离苦得乐。好，请放掌。那么，咱来超度，这是一个好心，也是一个慈悲心。那除了慈悲心、好心，佫无够，咱还有智慧。我讲这个人破病，我要佮斗三工，但是你若无医生的技术方法，那个道三工嘛无好啊，你是一个好心无唔对啦。啊，所以佛法就是包含这两种，包括咱今日要来超度军人亡魂。那就敢讲一个人失恋，你嘛希望伊卖艰苦，啊，但是你要安怎给安慰呢？这就是智慧啦。啊，所谓智慧，就是我都断烦恼叫做智慧。但是你要断别人的烦恼，啊，结果到一天就你失恋，在拍命要自杀，你都无方法啦，啊！你讲你今日得癌症，知影家己过三个月可能就要往生啊。但是你刚才讲哦，这正常啦，啊，这是我的因果啊，爱食肉业报啊，我一个环境制主，我来超度啊，我一个心态啊，等等的。你有法度了解个超越，然后你唔有法度解讲，你这个轻的啦，你才第三级，我第四级呢，我可能特别无偌久，我就不在人间啦呢，已经讲无法度啊，但是你喊你自在，啊，佫有法度可以超越，乃至好起来，乃至做一天伊嘛往生，伊嘛去极乐世界，迄叫做智慧，所以智慧包括断自己的烦恼，甲有法度转化对方的烦恼，叫做智慧。
那当然每一个人的烦恼想法不同款啦。伊放未下因囝，有个人讲我死无要紧啊，我囝个少年啊，啊变安怎？啊，你还有智慧啊？当然，这个智慧必须以慈悲做根本，就是讲啊，你要真正真关怀伊。从我拄下去看诶，一只35块，有俗啊无俗？各位女将，你这只偌济？啊，你买生爱生比你比较济，我讲你只生三个安尼啊。啊，结果伊只一只只35块，迄是人定出来，但是鬼啊会疼，甲咱老母会疼有共款无？拢共款。鬼啊生鬼啊囝，生鬼卵，甲咱人咧。你生囝同款疼，同款艰苦，啊！所以咱爱有非常的慈悲心，所以爱听我伊的苦。所以对伊个鬼啊，你要甲讲啥物？你要有迄个心态哦，这个鬼啊，那么伊都啊，甲人防住药啊，啊，规工拢免困啊，直生哦，啊，逐工拢爱听一遍，足艰苦。啊，当然以前拢会做鬼啊。过去一定有这个业啊啊，乃至呢专门咧提囡啊，无一定专门咧食鸡卵啊，无一定，因为有一个做鸡的业，啊，伊的心态伊就是不爱这种艰苦，啊，伊更加要紧的心态是，我拢唔捌看过鸡仔囝安尼啦，啊，你爱给伊安慰，然后过来安慰讲，今嘛无问题啊，哎，今嘛吼要上你来护生员，哇，伊就拢袂互虐待啊。哦，真快乐。讲这个心态有影响啦。我咧讲这个心态，迄阵是咧，唔是干对活条的母鸡啊、生蛋鸡，是对迄搭。迄间暂时法师甲我讲，师傅，有人要送咱20000只哦，我把酒都倒落去。母鸭会花鸡，20000只要放喺度。真正你若200只，我想办法啦，20000只。哑口无言呐、啊，啊！你看后边个有诶吼，要去饲下都啊，就可怜。很同就让我一条慈悲心呐、啊，啊，但是要用心来超度，即搭母鸭，即搭生蛋鸡，啊，伊个讲啊，恁即几只算足有福报，即1600只，其他呢千万亿讲台死啊。所以我救恁的命哦，个回向而因啊，对王星的那边那个讲啊，对华侨那边那个鼓励啊，各位这些认识哦，佛教的智慧，智是了解，变哪去讲，分别一切法，慧呢无分别一切法啊，无分别对鬼阿母对阮老母同款啊，继母跟老母同款，那么本体拢是空性。了解智慧，就讲老母咧听，鬼母咧听，你知影伊虾米叫做未听？因为伊有一个空性，伊唔知啊，尔啊，啊，你来甲伊讲解，变作让老母、鬼母、阿母听我空性，虾米叫做空性？所以咱现在要个念心经啊，心经就讲空性，故空中无色，根本就无辛苦，受想行识，连你的感受想法嘛，分别嘛无，俺能接掉。无苦集灭道，所以你若有这个智慧，一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你就袂烦恼袂惊。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。你有这个空性，才是究竟解脱。就算咱今日合伙的人，你着感情，医生讲可怜哦，袂使安尼讲。哎呀，你严重哦，可能你爱活6个月吼，而且可能无法度救。啊，逐天爱化疗嘛，足艰苦。但是你合乎的人，啊，那是辛苦，那也不是我在破病啊，啊，辛苦的病，那辛苦做的业啊，辛苦做的业是我心所做的啊，所以我心现在还保持惭愧心啊，平静心啊，啊，念阿弥陀佛啊，念药师咒啊，啊，所以呢，那好起来我跟破病做较济啊，来好啊忏悔修功，啊，那往生呢，啊，我呢忏悔念阿弥陀佛来去极乐世界啊，啊，你心真平静啊。啊，即卖医学有法度，互你较袂疼啊，因为一直食止疼药啊、吗啡啊，反正种种啦、啊，所以你真平静啦，啊，迄叫做智慧。啊，所以你来问讲，啊，医生，啊，你个活偌久，我哪会知道？
啊，你变哪死？我个个唔知。啊，你个死个真歹看，讲对嘞。啊，你不但袂烦恼呢，啊，你个个医生，该讲我跟你讲啊，我学好啦，有缘啦。啊，你看我，我嘛爱看你啊，有没有？我看你的心，你看我的身躯，咱互相斗相共。啊，你免替我烦恼，因为呢，我希望我得了癌症吼，有法度代替所有的众生得癌症，迄好讲的啊，愿代众生受无量苦。啊，这医生我要交代你哦，来找你的人拢遐尼济得癌症的哦，啊，你来有护法，趁这六个月我阁活掉，你甲我讲，你来看我，我就甲你讲，啊，我上车互你看。安尼，医生你唔叫好多吼，令诸众生毕竟大乐，唔是干那医的辛苦呢？啊，你讲医生在看，你讲我着癌症，你讲我无救啊？但是我心呢真平静啦，听当然会听啦，但是我心无法度接受啦。啊，因为咱定来咧想无我的人呢，你袂干那讲我咧听，啊，你会干那讲迄是听，迄但是迄唔是我，迄个都无接中啦。各位安怎？比喻比较简单呐、啊，这个查甫囡仔从放散，我咧哭，啊你伫个边啊看，你袂听，安尼你袂听，你讲想，伊就可怜，但是迄叫做空性，你袂听，安尼啦，心袂听，但是你知影讲啊，这身躯就有感受，你就知影感受迄查甫囡仔咧哭啊，啊所以讲，各位一定要去修空性，你若无去修空性啊，你是来听甲要死啊，各个开始嘛，免开啊，对不对？总共你今麦甲我讲好啊，讲主啊，阮翁拢无转来啊，啊，佫无提钱给我，啊，要安怎？啊，你想要问我，因为我袂听。各位，即间互你住好唔好？做主持啊，免翁啊，做主持啊，暗时拢无人来甲你吵，连吵人也唔敢来。啊，阿兵哥，遐尼济，你甲斗相共啊？因为这个说，因为做师父的人已经放下，这叫做智慧，不是讲圆满智慧，同就放下男女的爱情、钱财，在这点以内底，伊就无艰苦，没艰苦。啊，今日法师第一有钱，各位供养的供养啊，5000块、10000块，啊，叫去便所叫遮个偷摕去啊，随缘啦，对不对？本来就不是我的，钱是众生的，还阴面搞啊，该害人还害人，安尼，啊，你心足平静的。所以我讲到这個，各位爱练习，像我讲，咱多讲，高分也贵，嗰个艰苦，伊的心就执着讲，我咧做高分也贵，哦，啊，别个食，甲藏个食，我那无多转去啊，伊说无多转去啊，因为这大概规定好啊，军人亡灵够人管呢。各有众生的观，因袂使离开家啊，因为瓦人安怎，这个鬼道亡魂，他也受这个业力限制。跟他讲，哎，你是军人，这是你的，爱煞袂使走啊。啊，所以哎嘛，无多啊，啊，足想厝的，足想厝，啊，你袂使走啊，才平安赢呢。啊，哎，那无咧放假，活着搁放假，往生煞袂放假啊。啊、所以，哎，迄就是业业，所以咱来给讲道理，再来忏悔啊！啊，因为你有一个心讲，我活着，我要做阿兵哥，奉献国家，啊，你就去用限制掉诶，这是你发的愿哦。啊，所以各位在这点诶，但是世间人，伊拢会安尼想啊。但是他一个想法说，哎、欸，那我爸爸是军人，那你们军人公墓要替我负责，那你要。入兵籍的，他又入兵籍的，虽然往生，他还是入兵籍，他受约束了。所以在这一点，就是一个心态，一个业力。但是咱来给讲啊，这是一个幻化，还是你的执着？你讲无就无啊，你讲有就有啊。所以你心若有法度放下，迄、那个业你就超越。你心若无法度放下，心有这个念叫迄个业，万法唯心造。所以各位听我安尼讲，